个人的 house 那边去争夺，欢迎来到全程解说。那继续为大家送上接班爽快局。那这次由丹东对战金泽，我上来就想压对方一个起身立下，差点就成功了。哎，但是效果是一样的，炫起来，哎，又失误了。哇，又打一个双晕吗？不可小啊，这个金泽跟张无忌学什么多动症啊？你好的不学兄弟。好，第二局，第一局上来如此的迅猛啊，非常的迅猛，迅猛龙。走，好，压住，一波，正向，小凡，绕后，好，再捏，中飞，鼻子半边，啊，打对方一个乱动啊，对方没有乱动，防住，不出招，不出招就是好招。此事无招胜有招，好，来了，哇，这个话说的太早，还是北捏，走，好，双方相杀，完了，五这一下，炫起来，好，晕了，一二三，啊，动不了，好绚烂啊，这一局。相当之酷炫，走，拿捏，好，想赌一个对方乱动，来，一，好，丢进来，起身，炫起来，我就知道，啊，真相拐出来，哎，顺拐，啊，他没有旋风腿，还是打了一个顺拐，本身是一个逆向身位啊，后跳打成一个正向身位，磕小，好，砸拳，起跳。反边，哇！起身升龙，起身好，一波，好后撤，对方绕后，没有升龙啊，升龙的话也是打空，不能自动转身。来了来了来了，踩着溜一个逆向，起跳，一绝弹一下落地，啊，抢摔。对方想卡针，想卡针再捏，没有卡准啊，起身对方直接一个反背，不错啊，不错，是相当的不错啊。好，点起来，一个神龙，不要动，一二三四五，好，起跳，然后我高点击多来了，完了，打晕，一二三，我三。卡针没卡住，打空了，完了，出来打个正身位，深不可小。好，第二局，起跳，啊，打个延迟出招，想抢招，逆向起身打升龙，完了，炫到死，炫到死，太秀了，相当之秀啊！好，继续继续啊，精彩继续，真的是打得太好看了。好，传出来，落地，神龙，机会，好，补一手，又来，打晕了。再来，柯翔，哇，舒服了，舒服了，啊，逆向开椰子确实很强啊，确实很强。金子头的魂，啊，脑干，小脑被持续的干扰，好，蹲住，好，甩腿，终于是如梦初醒，好。卡对方身位，两个身位看你表演啊，这是一种强有力的压迫感，在压迫感的情况下对方特别容易犯错啊，你压他还不如不压他，给他压力就可以了，但自己会犯错。好，没有发波，点一下头，再点一下头，哎，机会，好，落地，
压起身，压起身，后撤。好，空间留出来，空间留出来，聊。啊，金泽终于是扳回一分。啊，这局打得还可以。好，看一下双方最后一局。一波。好，落地。好快的反应。机会，机会，选起来。一二，啊，也不给你来什么花哨的，直接带走。直接带走才是真正的要命啊！好，第二局，好，提前发动，然后转身歪，再见，要玩，要玩！哎，啊，最后一下失去判定啊，落地的话要鸟，要鸟，没有算好啊，没有算好，刚才呢走得太近。走得太近被捏了，被捏了。好，第三局，看一下鹿死谁手，一个史诗级的后仰起跳，落地搓一下，好，落地缠腿，直接穿，不让动，我来了，啊，金泽终于爆发，终于爆发，起。好，这个血量除非被打晕，不然不太可能翻盘，相当帅气啊这局。好的，大家喜欢全解说，请点个关注，感谢收看，下期再会。